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吃鸡怎么卸腔皮肤。首先我们点击仓库，这里面是我们现有的物资，然后点击腔卸，比如说这个 scar 就是我们现有的皮肤。如果我们想要卸载腔皮肤的话，只需要再点一下，看我们这里拿的腔上就没有皮肤了。如果我们想再次拥有的话，就再次点击。不仅是这种步枪，然后我们看一些狙击枪 SKS 也是这样。如果不想要的话，我们想或者是想要更换，就再次点击，这个枪皮肤就没有了，就可以卸掉了。如果想要的话，再次安装就可以了。